天都有婆婆陪。想干嘛？不能干嘛？育儿生活谁不需要后援？婆婆很好的，我这个11年哦，就跟你这小孩绑在一起，妈也又睡不了，没有自由，我还想念一个人的生活好吗？重点是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两位，帮我救我老公。哦，也许是前老公。哦，谢谢。好。郑美惠，你在说什么东西呀？哎，至少你每天都可以看到你老公，想亲就亲，想抱就抱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呢？我跟我孤单，知道吗？每天都有婆婆陪，想干嘛？是不能干嘛？育儿生活谁不需要后援？说真的，婆婆很好的。我呢，我告诉你们了，我这个11年哦，就跟你这小孩绑在一起，哪也又睡不了，没有自由，我还想念一个人的生活好吗？那边那个你探屁探，对啊，还看就是你，就你了，就你，就你最爽，你这个幸福的小坏蛋！我告诉你们哦，你们觉得啊，那几个臭男人，要是没有我们，是能过得那么开心吗？不可能嘛！I feel good.